谢谢。好的，队长，前弹超人像消失事件当时的声音记录已经送过来了，这是在异乡发生前传来的声音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听起来好像是长崎酒杯的声音。卡达波贝。卡达波贝，谢谢卫国。这个小子又来了，那个笨蛋，那么神经质，难怪到现在还只能见习。是吗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来扫地的。去那边，去那边扫。是。对了，我是想跟你们说路上小心啊。谢谢，飞云号出动。是什么？剪刀石头布，哇！那个飞鱼号哎，飞鱼号！我希望能够快点独立啊。马上就到现场上空了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干得跟老太婆脸皮一样的湖面上空了。会这样啊？好，飞鱼号也出动了，是飞鱼号。哎呀，那个颜色还真是没有品味呀。我想，这恐怕将会演变为全球性的事件吧。破坏，想象是一件简单的事，破坏才是艺术的极致。没
肯定是飞鱼号。哇，确认，确认，更是破坏的旗舰。是来自污秽，然后胜利。队长，3点钟方向有质量变化。质量解析。冲突级数36000高斯，局温度量44000单位。副队长，不是巨大陨石吗？很有可能啊。好，去看看。探查开始。好像很多什么隧道。这个隧道是5天前形成的。啊，是开始发生连续异象的那一天。报告，通过第一反应点。这是咸蛋超人像失踪的地方。报告，通过第二反应点。哦，是金格斯正下方啊。报告，通过第三反应点。哦，太惊人了，这是那个湖的下面的。看起来毫无关联的这几个点，想不到在地下都是空的。队长，难道这个隧道是？前方3000公尺有巨大质量。出来了，就是他。好，冲啊！啊！来，发射电解镭射光。糟糕，电解镭射光没有用。你们回来了，各位回来了，请用，辛苦你们了，回来了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战果辉煌，不过今天算是放他一马。我想他也吃到了苦头吧。总而言之啊，你快点成为正式队员吧。是。谢谢你。是。欢迎光临。最高级的汽油给我加满，麻烦你。是，谢谢你。招圣。是，我是招日圣人。
Nice to meet you. 啊，嗨，哇，啊，哎呀，真漂亮啊！首先，你必须要爱你敌人，爱就是破坏。招人圣人，这家伙就是咸蛋超人杰斯，杀！我比你小，说这句话可能很过分，不过我还是要说。是。我知道爱干净是件很好的事，可是太过头也不太好啊。你是个男人嘛，应该要更大方一点，一点点脏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，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别人嘲笑你的样子。谢谢你，小透。不过我脏了就没有办法。那都是你自己想的。你只是屈服在你那样的想法之下，我比较喜欢那种脏一点点也不在意的男人。好了，坐好了。谢谢。好。圣人哥哥，这要怎么让它飞起来啊？这个啊，要这个样子，感觉让它冲到天上去一样，咻一声。啊，好棒哦！伊朗的黄金圆顶消失了。现在为您特别报道：印度黄金寺院消失。日前，法国皇宫黄金雕像突然消失。我们的金阁寺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不见。我们实在并不清楚，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做这种惊天动地不得了的事情呢？快点进行分析，这些异象的共同点在哪里？副队长，分析出来了。啊，我也好了。哦，好。啊，我们也出来了。啊，答案都一样啊。金，我知道了，是黄金。幽灵船上载着的是金块，咸蛋超人像是镀金的。金阁寺只是金箔被拿走，同时那个湖下面发现了德川埋的黄金。埃及面具，黄金寺院。进进进！各位，是黄金，是吃黄金的怪兽啊！不好了！啊，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不好掌纹扫描符合，粉红凤凰，黄凤凰。声音感应符合，即将开启入口。欢迎光临大堂内队长。小绿，你好。我已经知道卡达波贝怪兽，他喜欢吃黄金，可是我想要知道怎么对付他，我该怎么做才能打倒他？用火。依据我计算的结果，卡达波贝怪兽的特性在地底和水中始终没得
可是对太阳这些则是相当脆弱。用火，好，谢谢飞鱼队出动。两位太太，两位太太，你们赶快过来看看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队长，有巨大质量反应。啊！找到了，在海底2点钟方向。好，赶快绕回去。哦，粉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红凤凰。啊，好好哦。诱饵已经摆好了，再来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把它从地底下引出来。来了，是卡帕波贝怪兽。这么快，这快了吧？惨了，惨了！快走，快点回机上。我乃严泰，看招！严泰，快啊！快！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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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计了，他往诱饵那边走过去了。队长，好，准备开打。干嘛呀我？好，点燃火圈。点火。队长，我们成功了。太好了，那个东西最怕火了。啊，根本就不怕嘛！你们看，把火扔下去。把火。把火各位辛苦了，各位辛苦了。哎呦，别这样嘛，你又不是空中小姐。你还真幸福哎，当我们大家在生死关头拼命的时候，你还在这笑眯眯的扫地，还在念 search 没错吧？啊？是的。我在干什么呀？如果有用点，就可以救他们的。哎呀，好痛好痛啊！哎呀，好痛好痛好痛。不过。怎么说呢，跟事实差那么多。就是啊，不是说那东西怕火吗？我是不敢跟你大声啊，不过队长啊，你是不是太信任那个小绿了？哎呦，好痛啊。对不起。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啊，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嘛？你告诉我呀。可是大火灭队长，
那个卡巴龟被怪兽吃下去那么多黄金，体内充满了黄金能量，这也是绝对没错的。黄金能量？你说他用那个黄金能量做什么呢？他告诉我，小绿。对不起。小透，你吹的笛声好好听哦，我听着听着会觉得勇气百倍，冲劲十足哎。你弄错了，圣人，这跟我的笛声是没有关系的，那是你本来就拥有的力量啊。少来了，这怎么可能嘛？圣人，你想不想做做看？啊？哇，好酷哦！我还在见习。真的可以坐吗？你现在不是已经坐上来了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圣人，我一直很希望你能够快一点成为正式的队员。队员？小透，我一直很想跟你说。什么？哎，那是什么啊？吃了那么多黄金是为了像这样子将黄金能量传输给变形星人。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啊，变厉害的变形星人到底想在地球上玩什么花样？欢迎光临。哎，等等没事了。好哎、欸你好。哎，太危险了吧。我能量满满，人气十足。住手。你还真有胆子，体贴的护花使者，让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吧。请住手，我最讨厌使用暴力的人了。这就不对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是绝对不使用暴力的，绅士面。圣人现在出家。
洗不掉啊，怎么都洗不掉。哎，这么忙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这是咸蛋超人体操，洗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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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混账东西，年纪一大把居然玩咸蛋超人的游戏。啊，是小兔啊，好好听哦。小兔他又不是为你一个人吹笛子，还不是的。小兔，行啊，一定是因为没有洗干净。变身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啊。你说什么小绿？你说那个家伙想要逼咸蛋超人杰斯发射超巨亮光？没有，大胆的队长，人类不知道在这个地球内部的核心地带蕴藏着十分大量的核心能量，因此，电极新人想要引发宇宙规模级的大爆炸，将我们的地球摧毁一空，让他们能够吸取其中的黄金能量。可恶，果然还是不行。那都是你自己想的，你只是屈服在你那样的想法之下。我比较喜欢那种脏一点点也不在意的男人。小兔，好，看我的，小兔。等一下，小绿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咸蛋超人杰斯对卡达波贝怪兽发射超巨亮光的话，就会引起宇宙规模级的大爆炸，然后地球就超巨亮光？没有，我要给咸蛋超人，我想整个地球都会变成大爆炸，然后消失一切。可恶，我要去通知咸蛋超人。小绿，赶快开门啊。看我的吧，小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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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功了，变身。不好，咸蛋超人已经出动。糟了，设计好了，这样咸蛋超人杰斯一定会来。紧急状况，出动！这是一定的。发射超巨亮光，如果发射，咸蛋超人还有我们的地球都要完蛋了。我的天哪，大姐姐，我好怕。咸蛋超人快了，这里就是咸蛋超人的坟墓啊，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哦，看到了，咸蛋超人杰斯来了。啊，
超人杰斯。去，计划开始。快点发射，现在超人杰斯。不行，现在超人杰斯。救援光发射。成功啦！现在让人看懂了。太好了。哦，太小看你们了，这些讨厌的人类。没有用的咸蛋超人，第二套计划开始。怎么样，咸蛋超人，你是有勇气度过他弄得满身是泥，还是决定要发射超巨量光呢？咸蛋超人杰斯，快发射超巨量光啊！快发射，快发射啊！小偷吹的笛声真好听啊，咸蛋超人，我听着听着会觉得勇气百倍，冲劲十足。加油加油，咸蛋超不行啊！你看，好，
发现勇敢的咸蛋超人骑士竟然如此火眼拼了。啊，等一下啊，
怪，美丽的谢幕曲，真不愧是咸蛋超人杰斯，苍翠的地球永垂不朽。哎！是人，小偷！是人哥哥，我告诉你哦，那超人把怪兽给打败了，太棒了！哎，我才不管你多受欢迎，刚才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哦，你好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如果没有咸蛋超人的话，我们早就完了，听到没有啊？听到没有？就是这个样子，还想要当正式队员啊？你还早的，就是。走！